金玉小迪哥，请出题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还能一边吹一边讲话？不是，因为我怕干扰到他，所以我刚那再一次，你就吹你的，我知道，因为我那样子他真的会听不出来。等一下，最讨厌人家一边吹一边聊天。是，不能不专心。对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吹好。解答太爱如潮水啦！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怎么会？哎呀，副歌哦，这个漂亮，这个比较好猜。没有这回事，这是莫文蔚的歌吧？哎，怎么样？这个是歌名在第一句吗？第哎，是吗？对不对？歌名在第一句，整首歌的第一句是歌名啊！你们刚好找到副歌啊！这也是运气哦，完蛋了，三秒。那你随便猜一首莫文蔚歌。哎，没有，没有。时间到，正确解答是。忽然之间，天昏地暗。哦，比较我没有听过，哦，比较旧一点，这首我没听过。太看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？而现在，就算时间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。这一首歌好听哎，好，再来琵琶曲了哦，哎呦，水哦，哈哈，琵琶段落是瑞瑞哦，还是长笛，还是长笛啊，还是长笛，长笛最后一个，好，漂亮，间奏，间奏要什么？太难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挑战一下，哎。连名带姓。
阿妹。所以他间奏是有取用他一点点副歌，漂亮漂亮。一般间奏都会沿用这样的感觉，或者像比如那个 rock and roll， 他经常会有，比如他一个 guitar solo， 他 guitar solo 里面他沿用那个他的副歌里面的和弦，然后带进来，然后 guitar 演奏一段不一样的乐句，所以你听起来不会有会脱节的。对，刚那个这间奏有听出端倪来，对，稍微间奏也可以。是听出瑞儿吧，听出瑞儿来了，念端了，9000块钱落袋。好，再琵琶曲的琵琶喽，琵琶，琵琶，好，琵琶老师来秀一下了，间奏，哇，有间奏，真的是有难的 ，Let's go。这个应该算是比较经典，但是老歌，老歌，老歌，老歌的方向。原曲是用那个电吉他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再哼一次，你再哼一次。知道就知道，也不用对，用屁股对着对镜头。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哦。吉娃娃，吉娃娃。什么歌？五秒，没关系，猜了，冲一个嘛，是500的吧？不是，以为不是500。我等一下请阿密大乐队弹出来，你就疯掉了，一定知道。3，好难哦，很熟，但是不知道是哪一首歌。一秒，来阿密老师给我们间奏。不会故意刁难的啦，守奖金，但也要守良心，知道吧？